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。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潘立长。好，啊，咱各位同心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。好。啊，真欢喜今仔大家来遮点招哈。那么大家知影讲，那么咱乌云就是将来台湾的治安哦，台湾的安全的一个。重要的一个成员哈，那么尤其咱将来拢要做干部哦，咱的警察的政务，拢爱需要大家做下来努力哈。那么基本的心态就是讲，咱虽然咧做台湾治安，啊，这警察的部分，包括海巡拢是哈，那么。基本上，咱爱学日本的警察哈，因的思维啊，尤其将来咱所要管的，是咱本土，咱家己的本土台湾人，包括中国遐难民，所以咱来对咱本土的台湾人，你还用服务的心，哈，因为咱唔是要对立的。但是对遐中国人民，吼、哦，咱就一定较顶真嘞，吼、哦，因为因基本上甲咱较袂共心，啊，这是因家己的宿命。因当时来台湾，吼、哦，1945年来台湾，嘛无好啊照顾咱台湾人，一直到即马拢安尼。因拢以战胜国、占领者这个身份，吼、哦，因无想讲。因尾也走路来了。伊当时发到二十八事件时，因还佫伫中国，因的首都还佫伫南京。那么国共内战输了，走来台湾，并无讲要跟咱做伙拍拼，竟然还佫用高姿态、高压姿态，哦，用白色恐怖继续咧甲咱通敌，哦，所以咱绝对唔是中国人。因家己咧讲讲，中国人不杀中国人，结果就是因中国人杀死因家己中国人，杀死上侪。上近代都你甲看毛泽东、甲蒋介石这两个，哦，拢杀死也拢算千万以上的，所以因两个拢被列入世界四大魔王，哦之一。好，啊、那么。如果咱将来伫警政这方面，哦，咱虽然是徛伫幕后咧监督，哈、哦，那有时啊，咱嘛爱提供，哦，比如讲，你咧做，哦，比如讲某一个郡，诶，这个警察诶，这个首长诶边啊，这个监督人员，哈、哦，那么。有时啊，你嘛爱提供意见，好的意见，因为因这建站呐，原地这的系统落来，国民党训练落来，因拢要有足侪忠于较早的迄款思想，爱思想错误，你爱甲纠正，哈、哦。但是基本上嘛，爱佫有一个基本的原则，就是讲，虽然咱中央有下令落来，万一。中央呐下错命令，好、哦、违反人权，那么你可能爱输课。哦，就敢那美国虽然伊个西点军校，好较早因个校训，哈、哦，无像蒋介石来台湾，佮你创领袖主义啊，后壁卡国家责任荣誉，美国敢那三个呢？第一就是国家。责任、荣誉这三项，哦，无头前，因国民党因的党校哈，加一个领袖甲主义，领袖就咧做神嘛，就像即马北韩同款，应该，这个姓金的哦，金正恩动作咧做神同款，这是拢错误的，好、哦，那么即马因的西点军校进化甲安怎？以那个尬的嘞，虽然是命令，
但是这个命令是错误的，违反人权，你可以不去执行。就跟他当初柏林围墙要倒进前，真侪东德人要逃走过来西德，啊，遐东德的所谓，甲开枪拍死，因为顶官有下令，只要往东德跑，往西德跑的，拢会当甲开枪甲拍死。但是这是违反着人权，伊是安那要离开东德，就是东德这个所在，会使讲是暴政的所在嘛。啊，你明明知影讲，啊，这也无影响着其他的人，啊，你甲开枪甲拍死，所以尾啊，咧审判的时，这个东德的士兵有向法官讲，啊，我是接受到命令的，但是即卖普世的价值就是讲，虽然是接到命令，但是如果违反人权，你可以不去执行，好 ，OK， 好。那么，希望大家基本上是要服务咱本土台湾人这个心，哈，来监督这警政，还是海巡，哈。我过来讲这个克里米亚，和咱台湾有啥物款的可迄个 case 啦，哈。这个是乌克兰，哈。那么最近这几个月啊。尤其为去年年底开始，原底乌克兰是要跟西欧这边、欧盟这边要签、要加入欧盟，好。那么，但是乌克兰有欠俄罗斯差不多20亿个美金的加速金。你甲看这黄色的，这拢是加速供，由俄罗斯通经过乌克兰输往欧洲这些国家的这个加速供，好。那么2009年，乌克兰欠俄罗斯加速金，把你由俄罗斯给断气。好啊，所以我呢，你就知影乌克兰叫呢冰天雪地的所在呢，寒天。好，所以我呢关机真侪人。那么，伊即个赶快，但是这个乌克兰有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叫做克里米亚这个半岛。俄罗斯的黑海舰队是设在这个塞万堡这个所在。那么对于俄罗斯来讲，伊干那唯一一个黑海舰队总部的就是设立遮，所以乌克兰要倒向欧盟这边，吼，要参加北约组织这边，俄罗斯往真紧张，好，所以伊就普丁总统就提出150亿个美金，讲你卖挖迄边，哦，你来挖挖俄罗斯，卖跟欧盟签，所以这个150亿个美金。提出来，甲乌克兰这个，亚努科维奇甲声这个，伊说准停止不爱跟欧盟签，所以造成乌克兰动乱，因为乌克兰又分这条溪哈，这条河流，这边叫做东乌克兰，这边较亲俄罗斯，因为这边真侪拢俄罗斯裔的人，那这边拢较亲西方欧盟这边，所以近。克里米亚虽然经过公投，经过动乱公投了，96%去挖去的俄罗斯，要加入俄罗斯联邦，但是因那个公投是非法。好，第一就是讲，当初克里米亚加入去乌克兰的时，好，嘛是经过因的议会通过。那么你今仔你要离开，你嘛要有乌克兰。因为参众议院，通过的一个公投法，领土分离的这个公投法，来做法院的依据，唔该将公投处理，这个这里无，好，好，过来就是讲，你要公投进行，俄罗斯的部队，包括特种部队，有诶拢渗透到这里来对啊，啊，伫这个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边界，陈重兵，啊，这等于咧恐吓。甲秘书讲，提请阿恁克里米亚人去投票，啊，所以是虽然这个投票96%通过，但是这不合国际法，不是在你自愿意愿、自由的状况下去投票，好、哦，过来，我这里就是克里米亚半岛一家，哈、哦，啊，这个塞万堡的这个所在 ，OK， 啊，你乌家那看了怎样？
我这个边界了哈，这边跟俄罗斯接壤的所在。好，啊，现在这个克里米亚不要公道，遐济人讲要挖俄罗斯联邦，就是咱要注意，好，伊这人口伫2007年的时候还无到200万哈，面积敢那26,000公里呢，平方公里，但是俄罗斯人占领58%，甲要60%。这个因的语言虽然用乌克兰语做官方语言，但是你看什么？大多数人用俄罗斯语，因为俄罗斯人的后裔较侪哈、哦。那么你看，普丁总统就是伊用这个来做理由，伊出兵要保护克里米亚的讲俄罗斯语言的这些俄罗斯人，包括伊首先的话呢，要发一挂这个俄罗斯的护照。和克里米亚人，啊，伊用安尼了，他讲我要出兵要来保护，即个俄罗斯伊的公民安尼。啊，所以咱即马来看讲，克里米亚和咱啥物开始，就是讲咱台湾真危险吼、哦，你甲注意看，咱这边你要对照啦，啊、哦，咱美语、日语、台来对照北京语、闽南语甲客语。这三种语言在台湾非常占真侪人会晓讲北京话啊，即卖我啊头80%以上用北京话沟通没有问题。闽南语嘛80%以上哈，客家语哇20-30%啦哈。啊，你甲想，这三个语言拢总是中国迄边来，好、哦，北京话也好，闽南语也好，客语。啊，真正你即马去看，我是安那个，这两个拢个用作浅蓝色。真侪人误会，讲台语，讲我即马咧讲的这個叫做台语，错误哦。我即马咧讲的这叫做闽南语，上加会当讲有台湾特色的闽南语。啊那，我即马讲这语言，就是为福建简称闽，福建的南部。漳州、泉州、厦门、金门，拢叫做闽南，对吧？那边传来的语言，为郑成功迄阵就传来台湾啊，他不被西霸当前。郑成功甲荷兰人关照，伊就是为闽南遐招兵买马，所以遐大部分拢是闽南的兵来攻打荷兰占领安平，占领台湾安平了，是不是？伊个官方语言就是闽南语，伫台南地区 ，OK。包括伊个军书陈永华，嘛是，吼、哦，所以伊伫台南府城吼、哦、起一个孔庙，或者台全台所学有无？为遐多用闽南语咧读《四书五经》，教本土台湾人个西拉雅族，即卖官方语言叫做闽南语，吼、哦，叫人来学。学了也要变通义，甲先官属于省，属于官，佮属于族谱。台湾人为遮开始错误，所以你甲想，甲要400年来，咱台湾人拢受着闽南语的控制，因为咱平埔族十族伫平地遮个语言，包括哥沙14族语言拢本土台湾的语言拢无文字，所以真歹保存。啊，是教育做教材安尼，好。啊，你甲想正港的台语是咱高沙族，包括平埔族，即个语言较是正港咱的台语，好、哦。唔是我即马咧讲的这个有台湾特色的闽南语，唔是哈、哦。所以咱即马将来语言政策，咱这六个语言啦哈，拢甲定作为官方台湾官方语言，一律平等。你只要去拄着，会晓讲客家话，你堪咪讲客语，好，你哪会晓讲啊？啊是伊，你讲伊听，安都 OK 啊。反正语言，你注意，语言是一个沟通的工具而已。好，那么既然这个这五个哦，除了本土台湾语言是本土的，剩的拢外来语，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找一个现在全世界最常用的？美语在做咱的第一语言，好，
啊，日语，因为咱是大日本帝国台湾，所以日语是我们的国语，其他是官方语言。好，新加坡，伊就是用美语当第一语言，因为呢，全世界哪里做生意，起码拢差不多用美语做国际语言。好，那么全世界上先进的国家，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，因咧写论文。咧发展新的科技，伫实验室咧验证一寡数据，拢总是用英文咧做语言沟通的，哎，这个工具哈。啊，所以上先进的国家拢差不多用英语、美语。哦，那我们为什么不把它列为第一语言？哈，新加坡也这样加繁华，因嘛是因为因用美语为第一语言。过来，咱来了解国族的认同。咱是大日本国的台湾人，好啊。这个台湾人就包括平埔族、甲高沙族。好啊，大都啊，我刚刚忘记讲，现在高沙族还有自己的语言，哦，虽然没有文字，但是你们算是珍贵的，因为平埔族十个族的语言差不多被消灭掉了，好，都被闽南语还有客语给同化掉了，好，给污染掉了。那么高沙族的朋友啊的同心，你们要好好保存你们现在还可有可以还可以拯救了哈，将来可以用罗马拼音编你们的语言，编你们的字典，或者编其他一些文书。OK， 好，不要把自己的语言被消灭掉了哈。好，那么现在台湾有很多。自称是中国人啊，华人、汉人、唐人，这些人他们如果自认是这部分的人，那肯定将来他们拿的是西医的证件，哈，台湾民政会给他编西医的证件，然后他们就没有资格当台湾民政府里面的公教人员，也没有投票权，啊，没有选举权。好，但是还有一点。国防与新防，这个也是很重要啊。你国防就是要买很多武器设备，但是你如果没有新防，没有忠诚度，那这个部队也没有什么战斗力，因为很多人可能会叛变，会带枪投靠敌人。OK， 好，所以忠诚度对比叛离，这个我们一定要做台湾的。那个安全部队，绝对忠诚度是要列在第一的考那个考验哈。那全民的新防，就是要保护台湾为第一优先的这个考量哈。所有的议题、所有的研发、所有的政策，都要以台湾的生存安全为第一考量啊。好比说，为什么现在反核是这么风行？台湾没有设立核电厂的这个条件，你讲像美国、法国，因真侪拢要个哦，像美国有可能20%用核能发电，但是因为美国土地庞大哈，它有撤退的空间，咱台湾无呢，核一、核二、核四，哦，你若要叫。现在新的规定，如果说较安全呢，就要撤退半径80公里以外呢，80公里飞到对呀，哪位合适省来，飞到苗栗去了吧？那整个差不多半个台湾不见了，不能住人了，我们哪有撤退的空间呢？所以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政府真的很混蛋，台湾有那么多高科技的太阳能。那个发电的面板都在鼓励外销，没有好好拿在台湾最有资格发展太阳能光电的，好，无咧好好发电，好，没有像德国，德国他对太阳能发电是补助很多，可是你知道德国那个地方，无像咱台湾，我们是亚热带地区，阳光非常充足，最有条件发展光电、绿能产业的。
竟然政府都没有在好好推广，好，甚至还限制啊，你最多只能发展啊几百啊，比如100万瓦，应该是讲，只要你老百姓愿意装设这些太阳能光电板，我政府通通给你补助，啊，让你可以很快回收成本。这个政府不让你走，好，浪费我们的太阳能光电的产业，然后一直在讲一定要盖核四，没有核四会没电，核四已经盖它20年了，也没盖好。我们最近几年有缺电吗？没有啊，哦，伊拢甲咱恐吓，其实因家人就是，因家会使讲官商勾结啦，因拢前金马钢铁啊，拢咧搁咧等后下，后下就讲你爱甲规个核四拢完工了，后下才会当摕。好，啊你无搁继续给我做，我要甲逼空哦，恁家拢较早拢有摕千金的哦，所以是安怎子嘛？规个中华民国政府台电拢一直讲爱起较好，啊起好较来等后日来公道，讲看要运转无，要惊死人。日本的专家哦，底头4、5年前就来台湾，有去看过核三厂、核四厂，伊个评分几分你知无？评3分。啊，你也可能想啊，满分10分，啊，所以评3分，唔是咧，100分满分评3分啊。伊讲，到一个民主和平，无本来是要拍马纳斯的复数的，你看我闹开，我无安全，因为你这20年修修改改，以前核一、核二、核三是原装厂入来哦，哦，美国原装入来是。一个哦大公司哦，企业啊，几乎人家大公司统包，有能力真的有制造过很多核电发电厂的设备的厂商，有经验的来台湾，整个统包来给你起核一、核二、核三。起码这个核四是台电计较呢，家己在发包，家己去乌白买，东凑西凑是拼装车呢，这是核电的危险的代志。检查落来有1000几项变更设计，甲600几项的重大缺失，这你敢有稳赚哦？所以即马天罡吼，哦，遐个包厢、遐台电的人员反而松一口气，好加载，哦，恁若佫继续去落，佫继续开钱落，开钱啊，佫袂当运转，啊，这毋是足大的浪费吗？迄落拢几百个、几百个。起码开开嘞，开比4000亿安尼，敢要去落？哦，所以台湾无这个条件起核电厂，尤其你遐核废料，进下底蓝屿遐是最低阶的，敢那遐有因换了遐衫裤、遐护具，遐是遐低阶呢。高阶遐燃料棒有诶无？英国遐进拢要去核里、核一、核二、核三的厂区内底呢？这个连美国都要无法度处理的物件，那么美国伊有真大支的花岗岩的山，伊是乌作深的崩坑，你要下里内底呢？伊有腹地啦，万一遐呐发生崩裂，是啥物发生辐射外泄，它有好几百、好几千公里可以撤退呢。台湾哪有啊？南北到400几公里，东西刚好100公里，要撤去对啊？所以台湾无迄个条件，你家己遐辐射污染的遮个燃料棒有无？你家己无法度处理，嘛运袂出去。哦，所以即马拢要寄伫核一、核二、核三内底，所以真危险。台湾真正唔通去补这落呀，好。好，啊，今仔时间的关系，我讲到遮，多谢各位，谢谢。各位同学，咱下课要困10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。